懂啊。下去。听。听。什么？来，看看这两个哈，我不处理了。动我！你蹲着还快，一个蹲着还一个蹲着。什么情况？谁来讲？我来讲。讲。他还弄我玩具。你来讲就讲这一句吗？我不跟他不跟我玩了，我不跟他掰那玩具，他一直跟他掰。然后呢，我就拿那遥控器，然后换那了，他爱碰，然后我就给他打那个，然后他又打我。你先动你手。对。有没有考虑过，如果你打不过这个人，你先不先动手呢？他为什么要先动我东西？我就问，比如这个人你打不过，你会不会先动手呢？考虑一下，你讲。就是我和哥哥干饭的时候，哥哥让我去烧水，我也帮他烧了，我回来，对，我就和哥哥继续玩了。哥哥说不能跳，他自己都跳多远呢？还说我跳远。不是不能跳了吗？叫你跳没？啊？就我跳了，他就该生气。我什么气？我什么生气？我跟你讲呢。让我生，他就该生气了。让你懂不懂礼貌？别人讲话不要打断，这是最基本的礼貌。继续。他就该生气了，我说从来，不许跳，也不许瞬移，只有那条线才能瞬移。然后俺哥就说不行，凭什么的？最后他又从你来了。是不是你先弄我的？我说别碰我，那你遥控器你什么都没说，然后你又一直搁那碰我那个，我给你手拿过去你还碰，然后呢我才打你一手，然后你就打我的。你拿我，然后最后我没把你收起来，我怕你给我弄坏的，我怕咱给弄坏的，然后我再收起来的。是的。不是，我说了。不用说了啊，我们看监控，好吧？看有看。对。快点走跑步哈！你看这两个，我一掀呢，心里就难受哈。一掀，人呢一吃饱撑呢，他就得找点事情出来做，赶紧跑哈。